就是不用被吉他束缚住的歌手都可以在前面走来走去，所以我想要给自己一段走来走去的时间。故事这样，也不是故事啦，就随便乱聊什么。我从这边走过来好了。我这个是特别的安全观众，能动能静，然后什么样的乐风你们都可以掌握好。这让我想到一个很冗长的故事，就是我高中的时候。我高中的时候，其实我曾经有这样想过，想说，比心是不是？我超会比的。考到淡江的话，那一定超酷的。对，因为我很喜欢看海，然后我觉得如果念这个学校，就是每天可以无限量、无条件看海，就觉得很爽。然后这个地方又很浪漫，如果我念这个学校，一定可以马上就谈恋爱。然后当年啊，我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这样，应该现在也是。我目测当年就有一种说法，就是淡江出美女。就觉得正大也出，现在也是吗？正大也出，对，但是后来很不幸的，我就是没有考上淡江。但是我后来认识很多淡江的朋友，其中有一位那个很有理想的青年，然后同时也很有才华，对，一位吉他手，他就带我认识了淡江周围很多，就是什么英专路上的。什么水果摊啊，自助餐，羊肉啊，还有那个就是只有淡水人才会知道哪一间最好吃的阿给啊，觉得非常的开心，可以融入大家的生活。然后这位吉他手他叫小虎，他还在水源路上的一个地方叫做动物园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是以前那个民歌时期的那个李双泽，他就在那边创作，就在那里。然后，小虎在那个地方为我录了一张专辑，叫做《华丽的冒险》。对，所以我对淡水，特别是淡江大学的同学，就是特别有好感。所以今天呢，我要在这个观众里面找一位音乐细胞很好的。我打击的，你是吗？我是。你打过？好，你唱。耶！然后你现在跟我合奏，但是，因为你打得很烂没有关系，但是不要影响到我就好了。然后这个你会吗？还会啦，还会。鼓励一下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启祥，罗启祥。你可以用法文介绍你自己。I'm Steven。哇！好，那你会用日文介绍你？不会。怎么觉得今天都是鲍尔谢同学？来，我的吉他，谢谢。然后我听不到你的，我停的时候听得到吗？我停的时候你知道吗？他害羞。然后我大动作的时候你就要跟着。鸭子开展，你觉得他看起来可靠吗？要换人吗？Yeah.
说，因为。